掀开经本，他话自在天长行最后的一段：“因陀罗妙光天王得普入一切世间大威德自在法解脱了。 这个一段经文，上一次曾经谈过，意犹未尽，含义很深很广，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非常重要，啊，所以不能不多说几句。 从经文字面上看，普入是平等入，一切世间范围就非常广大。就本经来说，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有情世界。 气世界、政治世界。那么现代人的讲法呢，就是一切族群、一切族类、中国《易经》里面所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所以我们说族类包括所有啊气世界说族群包括所有啊有情世情。这个佛法里头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啊，那么通常一般呢，族类族群常常混在一起讲，但是在佛法里面不一样，他它的这个界限说的很清楚，很明白。有情世间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气世间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植物跟矿。物。 啊，植物也是一类一类的啊，也是类聚。如果诸位去参观，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原始的森林，你们看到那个树木啊，一片一片的，哎，它是一类；啊，另一块的时候，它又是一类。虽然生长在一起。 它的界限很清楚他它不乱啊。如果说是混杂在一起种植的，那大概都是人为的啊，都是人工的啊。如果就是它天然自然而生的，它确实它是一类一类，一群一群。那么这个里面一些道理。 在此你就不必多说了，啊，他不是没有道理的，啊，那么特别是在我们人类，啊，人以群分，所以说气味相投啊，啊，嗜好相同，他就会聚在一起。 啊，比如我们喜欢学佛的，哎，学佛的人他的朋友都是学佛的，他往来都是这个圈子。喜欢念佛的那个朋友都是一些念佛人。啊，喜欢打牌的，他的朋友都是打牌的。啊，现在你看的，喜欢打高尔夫球的，那是问他的朋友都是打高尔夫球的。啊、这个就是气味相投啊。 那么这也是一个族类呀、啊，念佛是个族类呀、啊，打球也是个族类呀、啊，跳舞也是个族类呀，啊,啊，不比是华人呐、啊、马来人、印度人呐、啊，那是大的族类呀、啊，大族类里头还有小族类呀、啊，此地讲的一切世间。 是包括所有一切的族群、族类平等普入，入是什么意思？这个里头有两层意思啊，一层呢是菩萨了平等教化众生，要如一切事情。 这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啊，诸位常念普门品，普门品就说的很清楚：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现什么身啊；应当给他们设什么法，就设什么法。所谓是随类现身，随机说法，他的心是平等。 没有一切分别执着，那叫普啊。有分别执着就不普你的服务对象是某一个族群、某一个族类，不普。普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平等的普度。佛家讲。 普度众生，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平等的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要用平等心，用真诚心，用慈悲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 这叫普如一切世界。那么，什么叫大威力？什么叫自在法？这个意思，我们不能够说话。世间，各位想想看。 哪一种威力能够使一切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族类能够融合？这个就是大威力。 能令一切众生，啊，这个不同文化的众生，不同族类的众生，不同宗教信仰的众生，个个都能得大自在。这个大自在是形容他生活的美满啊！啊，这。 自在是从果上讲的，大威力是从因上讲的。各位细细去想想，你就会觉悟啊！大威力是智慧的教育，智慧的教学。 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了三个真实，啊，开化显示真实之机，这个就是大威力。 出世间的威力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真实之际是什么呢？我们用现在很浅显的话来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佛家的术语里面讲，就是一念之心。 真实之际是一念自信的，真如本性的开化显示，那就是明心见性开是开导开示，这是佛学的名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教学教导。 显是明显，事是展示啊！一切众生都有自信，在有情众生经典里面称之为佛性。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就是你的真心，就是你的自信，在无情众生里面称作法性啊。最主要晓得，法性能包括佛性，佛性呢就不能包括法性。 啊，发性的范围比佛性的范围要大了，但是诸位要晓得，佛性跟发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啊，所以我们讲哪个能包哪个，哪个不能包哪个，这是方便说。真实说是一，不是二。 这里面没有大小啊！但是我们对佛讲的啊佛心跟发心的意思要清楚，要明白。见心就成佛了。佛是什么呢？ 佛是个彻底觉悟的人，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的人，明心见性，见性你就成为啊究竟圆满的明白人啦，这叫佛。 那么这样的人，散布在各个不同的族群、各个不同的行业、啊各个不同的身份，只要他彻底明了这个事实真相，那个人就叫佛。啊。 由此可知，佛无处不现身啊！啊，明显，视线在我们眼前。啊，华严最好的例子。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段，他是以他化自在天王的身份出现的。 他画自在天王是一个族群，是个大的族群。这里面给我们说了十个天王，每一个天王是一个小的族群，啊，代表一个小族群。啊，每一个族群里面的人。 都是诸佛如来，都是发生大事啊！他们身份虽然是天王啊，他们彻底就就应明了了他怎么不是佛呢？他的行为以天王的身份。 教化一些众生，成就一切众生，他所行的菩萨道啊！佛家讲本讲极，即是讲现象，本是说他真实所证得的果位。 从真实正德的果位，他是如来，他是言教的佛果。从现象上看呢，迹象上看呢，他是天王，他是行菩萨道，岂不是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应以天王身得度。” 即现天王身而为说法，也是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这些天王是佛实现的。 他们所表现的是化身菩萨之所作所为。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地藏菩萨在阴地做小过往。与另外一个小国王是好朋友。 同样都是以十善教化众生的。以十善业道作为国家了国策的根本，这个国王就是菩萨。我们在此地看，这个天王就是菩萨了。 那么，诸位想想，这个大卫德是指什么呢？大卫德就是指《大方广佛华严经》，以这个来教化天人。 以这个一部经典，这里面的理论方法啊，我们今天讲原理原则，来融合各个不同的族群，来融合各个不同的文化啊，圆融整合，但是。 又不坏呀、啊，各个族群文化的现象，这是真正了不起啊！啊，所以它不是同化别人的。它是彼此融合，啊，圆融和合，并不同化，所以才呈现这个社会呀。 多才多姿，美不胜收啊！啊，如果把各种不同的文化，把它勉强变成一个真善美会的，就没有了像我们一个大花园啊，各色的品种都有，几千种、几万种，那你到这个花园去逛、去参观、去欣赏。 才有味道啊！如果这个花园其他品品种都没有了，都废除掉，通通种一种，有什么好看呢？看一朵两朵花，全都看到了，再不要去看了。所以诸位要晓得，童话那个观念是错误的，融合观念是正确的。啊！ 如何圆融？啊，如何能够让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能合作？这样啊，才能够让各种不同的族群都欢喜接受。啊、你要是同化，你同化我，我也想同化你呀、啊。 这就有斗争了，啊，就演变成仇恨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啊，圆融活活能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华严经》是什么经？是一个圆融活活各种不同族群的一部经典。 这个里面有理论，有方法，后面还带表演。你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表演的、啊，五十三位善知识就是代表五十三种不同的族群，那么就是现在讲的多元文化吧。 多元文化要达到共存共荣，啊，华严的教学啊，这是最好的一部教材。啊，我最初接触佛法的时候，方东梅先生拿这一部经介绍给我，他是个哲学家。 他说：“这部书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概论，真实智慧。各位要晓得，哲学所探讨的、所需求的，就是真实智慧。这本书才是真正真实智慧的。 唯有真实智慧才能解决问题，特别是现代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无量寿经》上说：“主真实慧。”啊，我们的心怎样安住在真实慧？真实智慧，真实智慧就是《化缘经》。 把这部华严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啊，自己的学问、自己的生活，你就是助真实慧眼、啊，你再能够教别人，就是惠于众生真实之力。所以故得了，隋唐古塔的讲啊。 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归属啊，是华严经的结论呐、啊。你们想想，他有没有说错？能说出这个话，都是过来人；不是过来人，说不出这个话了。才知道佛在一切法门里头，这个法门多好。 多么重要啊！特别是适合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帮助我们这个时代解决问题啊！世尊留下这样宝贵的教训。 非常可惜，认识的人太少了。啊，所谓是不识货。我们很幸运，发现了，认清楚了，搞明白了，我们有义务，一教修行，有义务啊。 把这个珍宝介绍给别人。如果现在世间这些过往大臣，他们如果能够发现，能够明了。 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原则去治国，去教化老百姓，这个领袖就是祝佛再来，就是菩萨实行众生就有福了。 那么，这个世界有没有仁慈的领导人？在佛家讲，人王啊！啊，现在这个世界多半是民主制度啊，许多国家领导人是总统啊，是主席。 无论是什么样的称呼，总而言之，都是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在佛法里面就是王啊。他们也很想把国家治好啊，让老百姓能真正享福啊，但是没有找到方法。 他们在寻求、啊、非常可惜、啊，没有向佛法里头寻求。什么原因呢？因为大家认为佛法是迷信甚至于把佛法看作牛鬼蛇神，极力排斥，哪里晓得这个里头真宝。 啊，所以我们深深相信，世界上这些领导人里头，一定有菩萨在其中。可是菩萨也有各因之谜呀、啊，也要有人帮助他了。 提醒他了，菩萨实在讲很聪明、有智慧，也有人提醒，他就救啊！那么就是没有遇到提醒他的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 但是我们没有缘分，啊，接触这些人亡。但是今天有一个方便法，我们普遍提醒大众，大众明白了，大众觉悟了，这些领导人呢，逐渐逐渐，我想他也就会来接触了。 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要接受佛的教诲，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所以此地讲的大威力，实在讲就是讲的教学，唯有教学，唯有教学。 才是融合族群、融合不同文化的大威力啊！这种圆融和合，一切世间、一切众生，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正知。 不能解决，做不到，武力也做不到，啊，经济做不到，科学技术也做不到。如果这些能够做到，释迦牟尼佛早就选择这个途径，所以他了解。 这些都是无济于事啊，他才选择社会教育教育，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所做的是一个义务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我们用现代化来给他定位。 他是这么一个人呢，以真诚的心来教化众生，以无私的心来帮助一切众生。啊，如果他的教学还要收学费？ 还要讲求自己享受的，一般人就很难接受他是无私的，自己生活永远保持一个最低的水平，啊，不失他的真诚。 不失他的亲近，不失他无私的爱心，所以才能感动一切世情这个是大威力，能令一切众生得大自在。 自在法是什么呢？放下了，不是。啊！啊，再说的具体一点，菩萨所修学的。 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就是自在法。第一个不是，不是什么意思？放下了。有很多人听我讲经啊，把意思错会了。 龙正法师告诉我，我常常讲放下。对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同学在磁带上听到了、哦，他放下了，工作也不做了，要辞掉了，啊，好，天天就念佛了。念了几天的时候，饭也没得吃了，所有困难都来了。啊、这个是。 断章取义是绝大的错误。如果这样放下，释迦牟尼佛也放下了，何必讲经说法呢？不要教化众生嘛，放下了吧。佛教我们放下的是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 放下烦恼，不是叫你把工作放下。啊、哎，你看看《华严经》上、哎，这么多人，他们做天王，没有说把天王也放下了，他还当天王啊。 啊，那些大臣还是做大臣呢、啊，没有把工作辞掉啊。每一天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工作，这个工作是为一切众生工作，不是为自己。把为自己这个念头放下，是叫你放下这个。 一切众生每一天工作很勤奋、很努力，是为自己的名文利养。这个念头错了。虽然为社会服务啊，但是真正是为自己的名利。佛教我们放下，是放下为自己名利。啊，你认真努力工作，为一切众生。 这就对了，不是叫你工作辞掉啊！你是个家庭主妇啊，你把你的家事都放下了，一家人怎么生活？啊，你也不烧饭了，也不洗衣了，一家人都不照顾了，这是迷惑颠倒啊！ 这样学佛，那佛变成邪教了，那哪里是正法呢？啊，所以这是去接如来真实意、啊，产生很大的误会、啊，绝大的错误啊！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大成经》里面，这些菩萨们无论是什么身份。 无论是过的什么样生活方式，他都非常认真，非常努力，啊，都会把这些工作做得尽善尽美，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啊。所以叫你放下了，是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工作做得更认真、更努力、更圆满，为一切众生服务啊，那叫普度众生。 你在工作上得大自在，啊，所以这叫自在法了。为自己工作会累会辛苦啊，为社会大众工作，这个里头没有我。金刚经》上不是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佛是教你放下这些。 你真正到无我相、无人相，你的工作就不会累了，你做的很快乐，你做的很自在啊，做的很快乐。谚语讲、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越做越有精神。” 普贤十大愿王，每一愿末后一句：无有疲厌、啊、他不会疲倦，他不会厌倦、啊、什么道理呢？他做的快乐，无论从事哪一个工作啊，哪一种工作，他把他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圆满。 乐在其中啊！那个乐是乐在为众生服务啊，不是为自己名文利养啊！为自己名文利养，有的时候还有皮业；为一切众生服务，没有皮业。 诸位细细去参究这些道理所以三福六度是自在法了。真实智慧的教学是大威力。 啊，因陀罗妙光天王以这种理论方法自行化他，成就无上菩提。这个谢陀门无上菩提。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不至于退堕到下层。啊，有一些同学、啊、也在经上呃看到的吗？自己没有成就，要想成就别人，无有是处 这个话没错，是否热的于是他也断章取义，啊，先去搞自己成就，啊，自己没有修行成果，不能度众生等到他自己修行成果，恐怕这个世界已经毁灭掉了。 这个都是错解佛的意思。自心化他，同时的。怎么说先度自己，再度众生呢？自心化他，在自己没有成就的时候。 你的修学、啊、是在自立这一边的啊，你自己究竟得什么样的利益？得自立呢？绝不是得名闻利养的利益，绝不是得啊崇高地位的利益。 也不是得大众对你尊敬的利益，那就害死你啦！啊，这个叫你自己没有成就，不能度众生的，佛是从这儿说的。如果你在自行化他上，你一心一意为众生。 绝不求自己的名闻利养，不求自己的这些地位，也不希求啊别人对你的恭敬，你就成就自己了，这是真实利益了。 你能把这些思想看得清清楚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接触广大的众生不会被名闻利扬五欲六尘的诱惑，你能够经得起诱惑，这是智慧也。 你在那里学会呀、啊？境界里头确确实实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禅定啊！啊，你在接触广大众生，教化广大众生，成就自己真实的定慧。 这就是自立。我们定会从哪里修的？从这里修的、啊，离开群众你定会到哪里修？你们去看看莲池大师的驻窗水平。啊，有一些心量小的人，只顾自立的人，跑到深山里修行，啊，远离社会。 没错，修个一二十年，心很清净，自己以为有成就啊。都市人看到这个老和尚不错啊，有道德，啊，有修行啊，请他下山弘法利生，没几天沾上名闻利养，堕落了。 啊，很快就被污染了。啊，李延池大师教训他了、啊。这个就是经不起考验。大乘法的修学，在红尘里头锻炼，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 所以，要有善知识，时时刻刻提醒，经教天天要读诵啊！啊，我们从早到晚齐心动念，与佛菩萨的教诲相应，真修行啊！面对着。 广大的群众，在这个里头练什么练外部着相，内部动心，在修行。等到你自己真正外部着相，内部动心了，那你成就了。那个时候，你教化众生，完全为他了，不为自己了。这是佛的意思。 啊，自己没有成就的时候，接触这些群众起心动念了，回来赶紧要忏悔，啊，读经念佛礼佛，啊，我就跟接触六尘现象，为什么又会起恶念？又为什么会起贪嗔痴？为什么又迷了？赶紧回来忏悔。 这样才叫先成就自己，不是啊！远离都都是找个山洞里头去钻到里头去，你就会成就了啊！搞个几十年，一下山也完了，一切都完了。《开经记》里头说“愿结如来真实意，这一句话很深。 我们能懂吗？这修行靠谁？靠自己。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古时候尊师重道。说老实话，都受过受过很好的基础教育，懂得孝亲尊师。 听老师的调教，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基础啊！说老实话，不要说对老师没有尊敬心，对父母都没有恭敬心。这说实话，谁心里头有父母、啊？谁心里头有老师啊？啊，对父母发脾气，对老师也发脾气。 所以今天成就靠谁？完全靠自己的自觉。啊，我们今天在一堂，是不是师生？不是朋友啊。如果要论师生，我赶快就跑掉了。啊，我看大家是我的善知识，是我的善友。啊，今天师道没有了。 所以修学困难了。我跟我的几位老师还有师道，我尊重老师啊，所以老师对我爱护啊，我对老师的教诲一生都不会忘记。 我们的讲堂，我念个名叫报恩堂啊。我们讲堂，我几位老师的照片都挂在此地啊，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诲我在此地跟诸位讲经，如同我老师在面前看到一样啊。我是这样的心态啊。 啊，我在这个地方呢，表演一个师道的样子，最低的水平了。啊，我这一生能有这一点成就，有这么一点觉悟，哎，也得这么一点自在，完全从老师那里得来。 今天我跟大家是同学啊，我们是同参道友啊，我把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自己这些年修学的心得，都说出来了，贡献给大家了。 那么大家有没有成就，完全在你自觉了啊！所以我没有啊责备人，啊没有勉强人啊，但是我的老师对我有责备、有管教，我能接受。 所以我还能站到一点世道的边缘啊！我了解，现在人没有受过儒家的教育，也没有受过佛法基础的教育。佛法基础教育，诸位也许听说过，但是没见到过。五年学界。 啊，我们现在出家都没有受过这个教育啊！五年学戒，学的是什么戒呢？老师的教戒啊！实在讲，我们现在出家，我自己也是如此。 我出家之后，我出家的师傅没教我啊！一出家就什么呢？一般都是，啊，披上这个衣服，赶紧学唱念，学敲打唱念，赶紧餐去，做法会去。啊，这是现代出家的老一辈教底下一辈啊，道与学都废弃了。 没有人提了我学的这点东西是出家之前学的，不是出家之后啊。所以我一出家就到佛学院教书啊！我给我的剃度师是有条件的啊！我不搞金灿佛寺。这个不是我出家的愿望。 所以，我出家一直到今天四十多四十年，从来没有做一次法会，也没有做一趟这个呃金财佛寺。我守住我的原则，我了解佛法是什么，啊，我尽心尽力把佛法发扬光大。 这个也得得三宝加持啊，很不容易呀、啊，艰难重重啊，突破这个难关啊！我受的苦难，你们同学们想都想不到。 我所受的苦呢，我不希望你们的、你们再受佛法不修无益的苦行所以我非常欢喜帮助同学们修学的关键。 将来宏法立身的环境，我给你们铺路。只要你们肯学、肯修、肯努力，啊，我全心全力帮助大家。 啊，所以很难得了。我们在这部经上真正是认识《华严经》啊，《华严经》到底讲的是什么？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我们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在无尽宝藏里面发现了真正的珍宝。 字字句句都给一切众生带来圆满的利益，真实的利益。长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再看下面的记诵。 而使自在天王成佛威理，普观一切自在天众而说颂言。这是设计仪式。前面介绍的很多，必须要提醒的是，我们现在这些学人。 非常健忘，虽然听了很多遍了，我们的念头依旧转不过来啊！这个就必须要一提再提，是尊慈悲呀、啊！ 紧要关头啊，真的叫千言万语，不厌其烦、啊、说的次数多了，变数多了，我们的印象才加深，才会醒悟过来。这一段教我们教我们谦虚。 不敢说自己有成就啊，成佛威力加持啊！我们能说不是自己有智慧，不是自己有能力，佛力加持的啊！我们自己能做能为，也不是自己真有本事啊，佛力加持的这佛是老师。 老师教导的，念念不忘老师。下面普观一切自在天众，这是念念的大众的善根夫的因缘呢，也不是自己有能力啊。 啊，我们在这里把佛法介绍给大家了，大家听懂了、开悟了、明白了、成就了，我们有功劳吗？是不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教学的方法善巧？不是啊，是大众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我怎么可以鞠躬呢？啊！ 成佛威力是对上，普观一切自在天众是对下。你看人家是什么态度？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这个句子在这部经里面多了消除我们自己功高过慢、自以为是这个错误的观念。 大烦恼啊！设计是在大会当中，报告他自己修学的成就这个是参与大会。 古时候的礼节，啊，普贤菩萨这个声愿，你看第一个礼敬祝福，第二个称赞如来，这是属于称赞如来啊，向佛，向于会大众提出他自己修学的心得报告。 啊，用寄送、歌赞的这个方式啊，那么这是自在天王啊，这个桃花自在天是为天王的第一位，第一位天王他所得的法，主要记住。 他是得现前成熟无量众生自在藏下头，他是修学这个法门呢，修行正果的，所以他要赞叹了他这个法门，佛身周边等法界。 普应众生系现前，种种教门常化诱，于法自在能开悟。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这个记也是失手啊，跟前面长行文完全相应。” 那么这个是第一首啊，自在天王他说的四句里面，第一句是讲的体变，佛身周边等法界清凉，唯恐我们在这一句。 着了相所以特别提醒我们，这是讲的体。体这个身是什么身呢？就不是报身，不是硬化身，发身。啊，所以这个佛身呢，是化身佛。 发身才周遍跟虚空法界完全相待。啊！法身是什么呢？发身就是一念自心。啊，就是真如本性啊。 一念自信，他能现象啊！啊，这是佛在这经上讲的，虚空法界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啊，唯识所变，所现所变的这一些现象。 就称之为发生，能现的心识就是法性啊，所现所变的是法相，法性跟法相合起来叫发生。 发身才是真正的自体、啊、这个禅宗里面常说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你什么时候体会到了？什么时候认知了，肯定了。 那就恭喜你，你就是法身大士诸位要晓得，法身大士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这个就是佛家讲的顿悟、云悟、顿证、圆证。 这是上根立志才做得到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可不可能呢？不能说不可能。啊，问题在哪里？问题在精进。所以大臣经常讲啊，菩萨善根。 唯一精进，你要真的能精进呢，这一生确实能入华严境界。能入华严境界，也就是说，你就有能力往生弥陀十报庄严土啊。那么你得的是理一心不乱了。 入华严境界是得理业心不乱，啊，不使生同居图方便图啊，生十报庄严图啊，啊，这不是不可能的，问题是你肯不肯干呐？哎，也就是说，肯不肯放下自私自利，肯不肯呢，把这一生？ 完全奉献给一切众生啊，没有一桩事情为自己做的，没有一个念头是为自己想的你能从这个地方下手，就很有可能切入这个境界。在中国历史上，宗门。 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脚下有大开圆解，净土有的礼义心不乱的，都是入这个境界。换一句话说，都是对这一句肯定的认知的，啊，不但没有怀疑，他其如这个其如。 就是我们讲的，证实，证实这桩事情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入这个境界之后，心思就变了。啊，没入这个境界，你在迷迷的时候啊，分思分他。 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我这个族群跟他的族群不一样。切入这个境界之后呢，知道是一样的，同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呀。 一样没有两样啊！所有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文化，都是一念心性变现出来。真正晓得，那真是本是同根生啊，同一个源流。 可是，在处世待人接物里面呢，还是有分别、有执着。但是，那个时候的分别执着，跟你没悟之前分别执着不一样了。以前的分别执着是意，现在的分别执着不是意了。 就像六祖慧能问永嘉禅师一样你，哎，你永嘉禅师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了，见性之后问他，你还有分别吗？他说分别也非意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分别不是我自己。 啊，他们要分别吗？我就随顺他们吧。啊，恒顺众生的分别，恒顺众生的执着，这就叫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啊，什么叫佛法在世间？彻底觉悟的人在世间，绝对不会破坏世间人的分别之处。 一切随顺这华严经》，展示给我们、表演给我们看的就是这个。所以，对于各种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真诚的尊敬，啊，真诚的爱护。 真诚的赞扬，才能够达到。没觉悟的人啊，也能够温柔,柔，也能够合作。 我们这个社会才会安定，世界才有和平。没有觉悟的众生多，觉悟的人少啊！觉悟的人要帮助没有觉悟的人，少造罪，消除灾难。 让这些人生活过得更好，过得更美满、更幸福，在这呢，不断地教导他，帮助他觉悟，啊，帮助他转凡成圣，啊，这个就是《底下两句所讲的：“普应众生洗洗洗，悉现前。” 随类化身，随机说法。菩萨在这个世间视现的这个身体形状没有一点。与一些众生说法也没有一点。啊，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华严经》，你们仔细看看，华严柱子不动。 清凉大师的注解，李长者的注解，他们说的没错，我也参考他们的，我跟他们讲的不一样啊！啊，要依照古著这个讲啊，现在人听不懂啊，没用处啊，这个学它干什么？啊，但是我所讲的不违背他们的意思。 注意细心去观察，啊，细心去体会，我们讲法是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第二句就是随类现身，第三句就是随机说法。 啊，为什么要种种教门？教是教学，门是讲方法。啊，有教学的内容，内容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啊，何以种种呢？ 种种族类不一样，种种文化不一样，种种信仰不一样，所以不能用一个方法来教一切众生呐、啊，那是做不到的。 如果说是一个方法，对一切众生说，真的连等觉菩萨都办不到，到如来果地上啊，这才完全相同，这佛佛道等觉菩萨就还有差别。 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知道啊！那佛法就广大了所以佛法大海比喻佛菩萨的教训。又广又深。 教学的方法，前面跟同学们提过，善巧方便，巧就是不同的方法、啊，方法太多太多了，而且是呢无有定法，善呢。 这些方法都能帮助众生开悟，这就是帮助众生明心见性、转迷为悟。最低的水平是帮助众生。 真正明了因果报应了解因果的事，了解因果的理让他回头断我修善，这个是善的最低水平。再往上提升，帮助他破迷开悟。 最高的帮助他转凡成圣，转凡成圣是真果啊，真实的成就啊，常化有，常什没有间断呢、啊。 教化众生的心没有间断，心愿没间断，教化众生的行为也没间断。教化众生就是成就自己，自他不二啊！你要把自他划分成两段，你的成就就太难太难。 难在哪里呢？难在分别执着没有舍掉，分别执着是最严重的障碍啊，自他能够不二，你的分别、牵执着也化掉了，所以容易觉悟，容易开悟，容易其如，其如就是真空。 幕后还有一个诱，诱导，又是表演，做出来给人看。啊，这两个字，他不讲“长”开始，“长”教学，他们用这个，他用长化幼“长”化用。 化用比教学、比开导的意思还要深，还要圆满。为什么呢？看到成绩了。你教学教导的时候没有成绩可言，人家没有回头，教学不能算成功啊。 化是变化气质，你一教导他，他真的变化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啊，化凡为圣，这个教学有了成绩了，依法自在能开悟。 这可是自在，是自在天王。自在天王对于前面这个方法，他可悟啊！他依照这个方法修学，真果了大大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 啊，清凉的柱子也好，啊，第一句是讲体变，第二句讲用周，啊，第三句是讲教藏能成，啊，幕后一句是自己成就，啊，所成的自在，啊，开语法藏啊，五身法门就成熟，那真够啊！ 所以从相上说，这是菩萨修行正果；而从实际上来讲呢，这是诸佛如来大权示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